妈妈住院的时候呢，她5月27号住院的时候，她是不能讲话的。后来慢慢，她会讲了她自己的名字。她会讲她的名字，然后后来会讲了那个我们的专科护理师，因为那专科护理师非常棒，每天都来逗她。然后说她是资深美女，大美女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谁说谢佩珍，对不对？谢佩珍每次来就要强迫他说谢佩珍，所以那个，所以后来他出院的时候会讲谢佩珍，会讲他自己名字。后来到了那个第三个就是荣总的时候呢，他居然会唱歌，然后会讲我是他的 daughter 这样，然后会从一数到100这样，那然后也会唱，他生日7月6号。那他是7月8号的时候，第二次中风，在7月7号的时候，我们还去做语言的治疗。语言治疗的时候，我这个也有录到。他治疗的时候我有录到，他也有唱歌给那个语言治疗师听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对不对，妈妈？你有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？ 妈妈，我姓施，我是这里的职能老师哈。我先看一下你的情况好吗？听得清楚我在说什么吗？可是他第二次中风了以后就不行了，他没有讲过一句话。是。没有讲。第二次就是这个5月这一次吗？不是，5月是第一次。这么快又第二次、就是7月8号，7月8号。第二次进那个。是第二次。对对对对。OK。对。可是那时候到现在就没有讲过一句清楚的话，但是他有想要讲话的 murmur， 有 murmur， 但是我们听不出来他讲任何的话。有听到他想要讲话，对。妈妈，看我，很好，这只手可以来碰我吗？妈妈看我，这只手可以来碰我吗？可以来碰我吗？来拍我的手好吗？这只手来。不好意思哦，我给阿妈转个方向哈，因为阿妈有时会有一点点分析。我们不确定他现在的情况，因为那边他们说他是痴呆了。是，我看到上面也是这样子写。对，说他是痴呆了，所以我们也不确定他能清楚。好，那来，这只手可以拍我的手吗？没有办法注意了。这只手拍我的手，可以吗？这只手。再试一次嘛，阿妈最近这只手可以动吗？不可以，他没有办法自主运动。对对对对。那我们是希望我们来这里第一件事，是我们 minimum 是想要他不要软缩。是。我们是希望至少要维持嘛。我们最大的最希望就是说他不要软缩这样。那然后其他有些什么，我们不太敢想太多。好。因为跟上次，因为跟上次比较起来，真是差太远了。差太远。对对对。妈妈也会有一点不注意到右边哦，因为两次中风都是伤在右边，现在有点。我没有办法确认，妈妈阿妈没有办法回答我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确定说他是因为视野看不到，还是因为我们中风的确会有一个症状是忽略，也有可能忽略到右边的东西。现在主要照顾者是你吗？还是我们是放在那边，所以24小时都会有人对照顾吗？一个人照顾几床？我没有问我回去再问好了。好。阿妈看我，很好。我们让阿妈妈坐到那边好吗？好，好，没问题。阿妈，我带你去那边哈。我先让他。
这风可能会不会太大？哦，我等一下把它关掉。好。哎，我有带弹崩哎，去了弹崩吗？手来这边抓着。可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只有用一个弹崩，所以我以为只要买一个弹崩。如果这是手阿妈可以主动抓住的话，就也还好，就不太需要。可是可能会需要，以他现在目前。因为那时候好多了。嗯嗯嗯。那是第一次中风的时候好多了。感觉出来的确跟病历上是差蛮多的。对对对。状现在我把它拆开没关系。对对对对对。是的。对。因为买了以后就没有再用过了。还没电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这个还没。好、啊，谢谢。丢掉吗？还是？没关系。这样收起来就是。我先让它做个十分钟。好好。但可能会以后是每天都是你带来吗？对对对。好。